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小李。他是李教授，老李。接小李的爸爸来了，小李爸爸来啊！小李在过去的时间里面都在他的怀里，嗯，所以今天真正的爸爸来了，那我就在你怀里，不用小李来了。好。那今天主要来呢，是因为我要来这边呢，也来补习一下啊。补习？对对对对对，我给大家补习一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最近写了一个新歌，叫做《山丘》。我也听过，对对 对, 对，好好听。我怎么突然间变好综艺？山丘啊，山丘呢？我有在看到很多学吉他的人想要知道这个歌怎么弹。嗯、太好了，我也很想弹，我也很想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特别来准备来露两手给大家，哎呦，让大家知道这歌要怎么弹。太好了，其实这歌很简单，没有什么难的，我一弹大家就知道了。就知道有多难，对吗？很简单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像在大屏幕上面写的这样子，一二三四这样。OK， 我到时候会跟大家讲。所以，这些课我希望对大家是有收获的啊。我希望过几天大街小巷，大家都弹这个山丘。真的 ，It will be a miracle 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学会了吗？我大概学会了。那个、不好意思，紧张，那个电压非常紧张。多写一点点，因为你麦克风打到人。哎，对，好像有哈。好好好，等一下，有人帮我移一下好不好？刚才有点错了。好，这样我们要面对面还是？对，这样我唱这个歌的时候可以看含情脉脉的。知道知道。没害羞。好好好。没害羞。好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。就是要弹这首歌，刚才已经给各位示范过这首《山丘》要怎么弹了。哎，现在我们两个要一起表现一下，跟着我们的老师们。是的。这个各位乐队老师们，我们来唱这首《山丘》。太好了。